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乐米苔木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50年的老店啊。好，营业时间很早就营业了。哦，那个小帅看起来很厉害，嘿，看。超赞！哦，小菜相当多种。啊，这个是全部的菜单。啊，那店家现在还在忙。好，这样，哎、欸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再麻烦你拿回去。哦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多谢。哎、欸。好，那就先结账。吃完再结。好，那吃完再结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还有这个玩具，小孩子可以玩。哎、欸，好，看到阿妈很健康，这样怎么也很开心呢、啊？哈、哦，好久不见了，嘿嘿嘿嘿，哎，新年快乐，赞！谢谢，好，那这次就点这个大碗的米苔吧，哦。然后可以这个无限续汤啊，只要你喝得下，店家都愿意让你续的。嗯，加上胡椒粉超赞的哈、啊，这个就是大同区的老滋味了。嗯，好 ，Q 弹美味无比哦，赞。这个油葱就是有这个炉火纯青的感觉啊！哦，真的很棒啊！QQ 弹弹 ，QQ 弹弹，然后这个油葱很香很香啊！哦，超赞啊！一定要来试试看啊，真的很美味啊！好，谢谢。哦，综合冰糖，然后猪肺三层肉，哎，好，谢谢。阿妮啦，看起来是不是很丰盛的哦？看他在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中意的这个三层肉。肥滋滋，肥滋滋，嗯，肉质很细致啊，赞！哦，新鲜自然的甘甜味，真的很棒。哦，可惜没有地瓜叶，哈哈。QQ 的很好吃啊，这个猪皮啊，赞！嗯，哦，赞赞赞赞赞，嗯。好，那我觉得是满分啊，赞！好，当当当，第二盘呢？好，这是加入辣酱啊，这个综合拼盘就什么都有了。
哦，这应该是腿部皮。软 Q 软 Q 的赞，嗯，哦，油脂味道香喷喷，好，这个是嘴边肉，哦，选择困难的朋友就可以选这个综合拼盘，嗯，下面拢有啊。我都不晓得我吃什么散，嗯，然后是粉散，有一个好像是生肠，刚刚有一块，嗯，哦，这样也蛮有趣的啊，就可以这个盲测看自己认识多少黑白切啊。哦，刚刚是猪心，好吃啊。好，再是猪肺啊，这个猫小毛啊，之前最喜欢吃这个啊，我也消失很久了，你最近身体到底好不好啊？啊，几乎每一次黑白切都叫我吃猪肺的朋友啊，消失了一年半了吧啊。像你少说一样，我记得这些人，但是也许这些人可能把我忘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总之猪肺也是很干净，嗯。好，但这个古早味小吃不死啊。哦，新鲜好吃无余味啊，嗯！啊，讲过了哦，这个吃起来口感是介于肉跟内脏之间，很微妙啊，嗯。啊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了，嗯。猪的肺，嗯，然后我刚刚讲的是我的肺腑之言啊。好，那就回到米苔木，但是我喜欢把这个萝卜加进来啊。萝卜米苔木，嗯，我更喜欢米苔木有这个萝卜的清香啊。哦，一早就吃的饱饱饱饱饱。哦，大同区的老店的小菜跟米苔木温暖了我的心啊。哦，但愿我的影片也能够温暖你们啊，而不是一直啊。一直带一些负面的感觉，哦，我不希望是这样。啊，有的人自己要把我影片想成负面，我也没办法啊。
好，通通都是满分哦，就等你来品尝，赞，嗯。哦，它米苔木是 QQ 的 QQ 的哦，相当值得吃啊，哦，赞。哦，还可以免费续汤，赞。赞，哦，这个味道超赞，哦，还可以免费续汤，多么的佛心啊，哦，哦，这个汤头赞赞赞赞赞，哦，喝起来哇嘎丁啊，哦，当然选出新总统之后，希望这个台湾是越来越好，希望啊，哦，希望新的领导人一定要注意注重民生啊，哦，那民生真的是点点点点点，哦，好，加点油，哦，台湾加油，好，哦，赞，好，那店家还摆了一些这个古早时代的物件可以参观一下啊，哦，好像这些都是算是古时候的东西，好，在这个店家的创业史，民国56年啊就开始，好，再来是民国57年，民国74年，啊，在民国88年，啊，在民国98年就到这边，啊，好，那我是6桌，哎，好，总共多少？哎，啊，6桌，你桌上没有单子吗？哎，那在桌子上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好，215，好，215，好。好，总共15，哎，好，阿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好，这小菜都非常的美味哦，很推荐各位朋友来吃的，赞，哎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大同区的老店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